看了吧，我们现在在318上，荆州是吧？荆州前面还得往左拐吧。看这大车一过，这疯了吗？我要说的不是这个，看这个了吗？看了吗？我刚才在路上，我一直我远远的我就看到他了。他这应该是一个什么信号塔呀，或者说是这个广播塔的是吧？我去，这个太科幻了，太科幻了！这是荆州的吗？荆州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吗？这个啊，这我们看那个看科幻电影，有的时候这你看那个信号塔跟外星人联络那信号塔，就跟这差不多，跟这差不多是吧？行。我们继续，天黑了，马上就要彻底黑了，走着。